上回录这个他们好感兴趣，好感兴趣，都问怎么做的这个，这叫什么饼？沙酥饼，酥油饼，对，酥油饼。这是用油炸的，用那个油炒的，炒的面，炒的面，嗯，油烧热了跟人面到里头炒啊，然后炒出来这个色啊，炒熟的，完了加糖，那包馅加糖，现在不加，包馅那个加糖，哦，包的时候加糖，嗯嗯，加糖加芝麻，香。这个不是发面啊？不是，使面的啊，搁点鸡蛋，搁点那个。少搁点豆油和面，然后给它卷里面。嗯，对，就直接和面里头就行。那个，啊，这个就是酥，就是面和油一炒。嗯，纯就没有别的。没有，啥也没有。和。这简单，面别和太硬了，和稀着点。然后卷完那卷，然后那个切段。对，完了一揪啊，对，揪完里包糖。哦，包糖。嗯嗯，往里包糖。然后就烙呗。对。嗯。搁火烙的，这个柴火烙的哈，比那个搁家那个香。那什么，就那个电饼铛烙的，嗯，还酥还软。我来电饼铛烙吧，它发硬。啊。嗯。这是白糖和的面。白糖少搁点面，芝麻。来。芝麻。可以不？当馅儿。对。不用搁太多，一包就完事。就完事。对。等会儿再擀一下吧。对，稍微一擀完了，别擀太薄了，擀太薄了就把那层擀死了。OK。嗯。就不那么软了。对，它就不起层，就不酥了，就死了。它这个酥是咋起的呢？就抹这中间了，到时候就它就隔层了，它一、啊、嗯，它就把它面和面隔开了。哦。嗯。哎呦，夹手啊！哎呦，可疼了，都能给夹破。那个夹也很疼是吧？我觉得比螃蟹还有劲。哎呦，小龙虾。又是龙虾。麻虾。小龙虾。那个电饭锅现在不是俗称的什么灶火，就是什么、那个啊、这才是真灶火。这就是真灶火。对。这是真正的灶火。小糖饼儿可好吃，这个。啊，现在好吃。对，我上回来吃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干俩。吃俩不多，这饼要跟你这个年龄段，怎么也得吃个三个。用加火吗，二姨？不用，不用。火太急了就糊了。啊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可爱凑柴火了，往里。嗯，小孩都爱秃噜。小孩都喜欢往里边。都喜欢秃噜。捅柴火，哎，烧出来的二姨。真烫呗，小一点，里面的糖可烫了。烫。嗯，这玩意儿还挺好吃的。嗯。甜甜底儿。烫。嗯。烫啊，里面的糖烫。嗯，四面不要被拉了水。嗯。别别的整结了，倒烫水。嗯。香，老香了。嗯酥脆，嗯，哇，一咬的，这皮子往下掉，舒服，嗯，你看掉一手，掉一手皮，嗯，嗯，好香，是不？嗯，我记得这件是我小时候的件了，对啊，多少年了啊？我家里还有一个鸡毛做的，感觉这个件子得20年了吧？这下边哦，下边是铁片。我家里那个是铜钱儿，那下边。这真是二十年了。文物。咦？对。验货。买定离手。哎呦，这挺好。怎么感觉跟那个买玉然后切？切实了，可以的，这可以。米娅给大家表演一个生吃花椒，我好了给大家表演一个。我记得你是个狠人。嗨，你多咬一点，你拿大牙咬，别拿小牙咬。还好啊，麻麻的，有一点麻。
麻麻的，还好哎。我不吃，你这还好，你别这还好。我不吃，这还好，我也不吃。面啊，这还好。不，你尝一下。不要，我上过你很多次当了。特别好吃。我上过你很多次当了，我当。好吃，这啥呀？你尝一个。什么玩意儿？可好吃了，可好吃了，放心吧，我刚吃了。对，花椒嘛。有一点麻。对。给大家看我老这个宝座。真爽。上面是梨树，一颗两颗三颗，三颗梨树。这边还有个护法。太牛了。我妈给他哄睡了。我小时候是不是也这么睡？嗯，也这么睡，孩儿都这么睡。大孙子多漂亮啊！哎呀，瞅瞅苞米，瞅瞅辣椒，上点水，这就是我活。田园生活多爽。嗯，天天就这活，这点粘苞米，那栽的栽成不大点儿。嗯。哦，你买的苗？我自个儿种的，细的。就是拿那个玉米粒儿，玉米粒儿搁这么大那个塑料碗儿啊，育苗自己育的苗，搁个摁里头搁点土，往那除了冒芽了，长这么高就往那地底下。我给大家看那南瓜，从这儿就这一个盆儿，长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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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，哎呦，植物太牛了。哎，完了，都掉了，掉。哎，我掉了仨。够的，还不如我够的。可以啊，小舅，你这暴击了，暴击伤害，直接干下来仨。不行，洗洗，洗洗，洗洗一样吃。给大家看，这个，嗯，这位小弟小时候，坐中间那个是我，这位小弟叫我小妹儿。该搁你家的吧？对呀、啊，搁我家的。嗯，还挺像的，小时候和现在。不像，我小时候长得多好看呢。现在也帅。这就是记忆中的小时候暑假的夏天，慵懒的下午配着蝉鸣，时间总过得很慢很慢。嗯，那在东北，黄瓜夏天可以当做水果，现摘现吃，凉凉的，解暑降温。哎呀，这些嘎儿可好吃了、哎，香啊！嗯，那嘎儿可香了。没事，我给你晒。哎呦，哎呦，像样，太牛了！对，纯正东北菜，量大，对，好吃，拌，就一个，加一个茄子，对，然后呢，开始拌，开始拿筷子撕，筷子这么转，拿俩那个，嗯，来我这，那个最有营养，嗯，这个，那个含铁量最高，就这，你再吃就是搁了，您吃搁家吃呢，别冷，再吃两根，然后拿酱，嗯，好，这炒的炒的鸡蛋酱，你看小舅，你看那小舅，啊，对，那是正宗的。对，有这玩意儿就给它整碎就行。对，就碎了就行。嗯，对，然后鸡蛋酱。没吃过是吧呢？没有，弟。别买，你吃了，挺好吃的啊。你们小时候在家也没吃过吗？我们不怎么吃，我们其实都是凉拌或者烧红烧茄子。嗯，对，没这么拌过。西北和东北还是不太一样。大苞米就搁手拿着就啃。嗯，我知道。我以为要做，我看那个视频，我以为做那个叫什么菜包，好像包菜就是拿这个。给你奶扒两个。嗯。我觉得它得有点咸。咸吗？不咸吗？不咸，真好吃的。嗯，这是原味儿的。就是蔬菜本味儿。对。都蒸了一下，然后辣椒蘸酱，敢吃不？那不行，辣。辣吧，不辣吧？不能太辣。嗯。现来的这好吃的吧？它黄瓜甜。嗯。就这么大点儿。嗯。
这玉米粒啊，嗯，现摘现煮现吃，那我这是就是非常香甜，真的不一样。嗯，真的新西兰只有那种水果玉米，嗯，吃着是甜，但是没有这个香。糯玉米品种不一样，但是因为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就是种的糯玉米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糯玉米是最好的选择。不光糯，而且刚摘下来那种植物的清香，再加上有点甜，哇塞，无敌了。我刚给老师说悄悄话说，老师那个菜我还惦记着呢，我来年还得要吃。嗯，好吃。嗯，拜拜，姥姥。拜拜，过两天再回来啊。好嘞，拜拜拜拜，过两天再来。